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能学长老浩元慈，嘉义县东石乡人，16岁时出家，民国44年受比丘戒，民国45年入福岩精舍清净义顺导师6年，民国53年任南普陀佛学院以及慈明佛学院主任兼教授，毕业于香港能仁大学文史系、珠海大学文史研究所。人称现代化僧的能学长老，为人慈悲，佛学素养深厚。40多年来，一直在艰困的环境下，默默从事翻印白话佛经的书证工作。近年来办理佛学自修班，并且成立育幼院，收养孤苦无依的儿童沙弥。现任高雄县阿莲乡新超峰寺住持，以及白话佛经杂志社发行人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，我是高雄县阿莲乡新乡新主持林学，我平时以拢将佛经甲翻译白话较无闲，而且经费也有限，所以所讲无遮济。各位若是有啥问题，使敲电话来问我。咱今日阁继续来讲这《禅林宝训》201集，这集的训题安尼讲。不思增色啊，低照无贪。讲咱修行的人穿这个怀色衣，就是讲袂使穿水啊，穿许泥墨水啊，定定啊都互形色歹看。无注重袂使重视这个华丽增色。袂使装饰，你甲看，三面界着讲袂使抹胭脂点粉，啊袂使挂珍珠项链，袂使挂金啊，啊，迄着是袂使装饰。啊，衫裤爱穿迄个灰色衣，明明遮水，着爱甲染了歹去，嘿。啊，生活爱淡薄小欲至上，无贪求即种财色名色随我欲。父母哪讲，真正自健康保定啊，书王在亲所即所观啊，因问世间处何物啊？对我胖死了啊！真正我何用？世间我堪做家世啊！真正之所以不起来，安尼讲，我心上彼此伊啊，更加也不心向我，决定送靠树高麦高麦强强。伊不是学习如此啊！这段文的意思就是讲，真正问和尚啊，主持迄个健康啊，就是即卖南京，较早南京都健康，迄间保龄寺啊，迄间寺是三季啊，就是。宋朝迄个有名宰相王元超，所献地，所以是献地王元超，称作书王啊。王元超形象呢，
伊是已经是个大师祖献地去就是个，啊来遮财经就是拍经拍财强强啊，啊搁献亲亲钱就是包红包，啊搁再送物件送啥呢？数就是白色的迄个做白色高贵的丝织品啊。时间啊，啊，真正发生嘞，就问迄边仔使者安尼讲讲，啊，师王送迄啥物件？对话就是伊就甲答讲，迄吼，迄就是遮名贵的迄个做丝啊，丝啊，做官丝的，胖丝的。啊，真正问和尚问讲，啊，迄款丝啊，一个做啥用啊？啊，使者就讲，会使做袈裟啦。啊，真正问，和尚就指着伊家己身躯穿来讲，即领我披即领，我平时吼日常拢定披即领，即棉布，较早是拢许。迄个啥呢？迄个啊，做麻布鞋来改用，迄穿几百人都袂破。阮师公开摊卖时嘛，一领好啊，迄大料的，迄麻质的吼，足用啊，但是粗粗，讲像我穿这布的这个袈裟，我平时拢穿这领。啊！来见我的人看到，嘛无人听我讲，穿这着歹看。啊！伊讲那着一定爱试，穿个试啊，试了也水袂冲啊。啊！所以着，命令伊吼，讲将迄个胖丝着吼，送去库房。咧管库房的人，师着是咧管库房的人，讲叫伊去啊做。高卖就是，从高价看，迄个价值偌济吼，迄个高价迄只少啦，即马较无一样，高价啦，真正死啊，真量足贵。迄无得当上，即马讲卖几万块，啊，高价迄个钱吼，收来强强大将啊！你看，真正花心思，啊，遮尔朴素，啊，无注重迄个花的服饰，啊，其实这是出家人本来应该的哈、啊，所以出家人本来应该爱孝育弟兄，唔通讲究啊，爱面子，爱穿水啦，遐样都犯戒，但系三米就袂使去比丘，迄个三戒一条讲，不争水啦，哈、啊，袂使啊做花园。生水啊！所以出家人应该孝育弟兄，生活爱淡薄，唔好贪着迄种财色名食随个五欲，更袂使去穿即个动物的物件。伊讲东方就是咱中国的丝织品，你要听讲。因迄边无丝织品，印度迄边，所以拢都为中国，长条、宋条拢为中国，再过也未啊，所以拢经过迄个做新疆啊，迄条做，咱即马历史上先讲做丝路，就是中国的丝啊，拢经过一条路，未到印度、阿拉伯迄边去，所以即马讲做丝路，就登山庄去出境的路啦，啊。所以讲，袂使穿东方的丝啊巾，啊也袂使，穿迄个做牛啦、羊啦、羊皮啦，啊毛质啦，动物的毛啦，毛织品只讲拢袂使啦，啊。迄三米六几多，我安讲，佛祖三米啊，讲佛祖最大吼，三米就是出家人讲三米一半。三款米，一款是
普通时咧比的，一款就拜佛咧比啊，一款就啊做正客咧，就是咧上堂说法，大会上咧主持法会咧比的，迄拢袂使用上好的质量，用个粗啊粗疏抹布，抹即就上阮厝讲户外，迄抹洗做啊，啊那迄个绣门啦。抹织品啦，啊，绣花啦，啊，蚕丝啦，迄种有害死生命都袂使，啊，害物相处啦，非所用，这无应该出家人无应该穿的。讲若穿的呐，那有先提死大人，死大人起安尼贪迄个爱水爱高贵，所以爱穿怀色衣啊，为好啊。笨手背行啊，顾忌伊，人讲笨手伊啦，笨手伊就是人等遐个起叫来洗洗补补，人讲笨手伊，徛起准只就是起叫了，啊笨手堆个迄个做人无爱补，古代补食贵，人讲补了搁再补，咱即卖人哦，补食两双面来，三去补七个补顶当个大，大个看你食几块。对，讲咱济公诶，其实古代吼，布遮贵拢嘛，起了粪扫椅啊，补补天天补补，补几摆地吼，叫壁立椅。嘿，古代真正壁立椅，就是迄老寿星咧穿。啊，咱即卖咧，大法师咧穿迄个壁立椅，就是迄个啥，迄个真好诶丝啊，即个，迄个布吼，啊，本来食丝食水厚，变一百地安尼。接着这二十五条鱼啦，无一定是死啊，只是讲迄个好的布啊，去加来接二个地啊，然后这八条鱼，其实八条鱼就只啊讲粪扫鱼啦，会当压身体，安尼是应该顾忌伊，就是讲出家人应该安尼。弘一大师安讲，学杀八千名啊，完成一十一啊。啊，为敌，其色体啊，岂无相认处？像迄个蚕丝吼，拢蚕仔落去煮，啊，煮到抽个丝起来。你看迄个做啥伊个毋知，煮丝迄个蚕仔毋知几百几千只，啊，干呐为着要提供身体，穿得食舒服、食水，啊，岂无的？起码会较长，就是讲叫做，安尼较袂伤着你个真自心啦。念念经啊，讲，慈悲求，不学东方是，是迷观表，去出脱的印度的下列，脆啦，三二毛两都脆，脆就是迄幼门啦。讲比丘袂使出家人袂使穿洞房的丝啊，是迄海丝食提惨啊，那猪丝啊，含出土印度本地拢动物啦，啊，穿迄个虾皮啦，动物皮啦，啊，穿迄个啥毛织品啦，啊，旧脆就是迄毛织品，迄拢袂使。啊！张慧生是我的师公，伊正可用。伊就安尼讲：名利切莫过贪求啊，初遇淡欢度春秋啊，人情无常是学性，莫向人情结冤仇。讲看大家吼，对爱名爱利吼，贪求钱财，唔通过分贪求啊，适可而止，会当生活就好了。平时吼。初一淡饭穿这粗布衫，啊，食迄落，无食鱼食肉，食这個淡饭，啊，度春秋，度就是讲度日子就对了哈。世间吼，人情是无常变化，一寡好一寡歹，因因缘缘，爱赶紧来学圣人学佛啦，莫向人情结冤仇，能够伫红尘中打滚，大家。结完事了，啊，一年万万啊，哈！如果安讲开餐大宴做淡薄，个人团圆是保护，
有何不可的使用之呢？不可何谁修乐？讲我开餐哦，我家己先我吃淡薄啊，对他人嘛无好的款待吃，淡薄来吃到粗淡饭粗菜，请恁大家。这古代人就是讲啊，做保护就是咱这款小福啦，那有好你准则，即马赚有钱，吃好嘢，唔通挥金如土多皮啊，尽量摕来布施供养做功德，唔通使用钱啦，好唔通使用了了。你若当小福保护呢，后世还有好果报，会长岁寿，啊，佫会福有福气，佫出世好嘢，啊，佫有官通做，老状元啊讲。将心茫茫无了期啊，不如退步温清机啊。草衣夜体当凌断啊，野菜相机性把味。老状元考得状元，本来使做县令、做遮大个官啦，但是看看世界，放弃做官，轻松适应。啊，就咧开人讲。世间人爱规日吼忙忙碌碌啊，为着争名夺利安尼啊，无了期啊，争到目睭黑皮为止。讲不如看看世情，退一步来，深山温居修行啊。啊，虽然无做官吼，穿粗布衣，草衣也体其实就是迄个换洗来修啊，迄做会当养身体吼。其实我食完粥就想穿迄洗啊一个。做官穿迄个绫罗绸缎，古代时啊只干迄个好嘢人富贵做官倒穿，啊我无通食鱼食肉，我食野菜吼，我倒食啊食饱，比食鱼食肉佫较欢喜。八大人甲经啊讲，商量低俗啊，安贫守德，讲学富的人爱心内诚，记得爱扎堂观照，安贫守德。虽然过生活食贫苦呢。会当平安安尼修道上要紧，有道行上要紧啊！门中主人讲，两者相乐无求，贪者相依不足。清廉无贪钱的人吼，常常啊食安乐，无贪求啊！啊，那贪心食大的人吼，多多益善，贪未当满足，相依不足，常常感觉无够。明明得一百万哩，人万下得一千万哩，啊，当个忧愁苦恼七度啊。天门在安讲，君子安民啊，待人治病。这正人君子吼，拢个安分守己，怎讲安命得安尼啊？清贫过日，待人就是看破捌道理个人哦。啊，治病知影咱命运得安，免去嫉妒别人啊，羡慕别人啊。大人治命，认命就对了啊！了，环境安尼讲，消欲者不求不取呀，低俗者低俗时心无悔心呀。消低俗的人哦，无贪求，无要去强得了，无用家己非分之财。啊，低俗知影贪满足的人哦，虽然得着少少啊吼，啊心内无未后悔，未怨恨嫉妒别人。报德慧心就是，这讲的化身啦，就安尼讲讲，老早穿老袄啊，当兵当饭北中霸，包括好食闲，万事随缘了。讲我这老头吼，穿个破衫，啊破薄薄的夜衫就好，啊食淡饭哦，过日安心过日就好啊，一切随缘了哈。哎、啊，罗将官讲讲，这问行人情可乐啊，客诉淡饭自忘忧啊。眼前多少英雄汉，为什么来游不回头不转头？讲我深山恩来修行哦，安心哎，食淡饭过日食欢喜啊。开单讲世间淡么精明，大厉害英雄好汉，为啥物唔转头回头来？是用呢，一般经安讲，菩萨饶恕伊啊，不离心但为法，不离色但为地主寒寒暑恶空呢。菩萨要求这个医学，只是为着求法，个身体袂破病，
无为着身体爱装水啊，啊，搭去求个啊，会当热风热雨。为教经啊，讲多药之人多求二个苦恼会多啊。贪欲心济人吼，贪袂着啊烦啊起烦恼，所以食济烦恼。伊个人讲，有消药食，即个了烦。人啊，消药比较多，当清了烦。了说时间讲，碧水光阴瞬息过啊，贵人到处不争奇。他名道多离心无缘，得色随声已转变。讲人生一百回啊，顺逆一百得过啊。上帝世间无贪名道多离呢。得色随声都未失自己。为教经啊讲，你顶比丘啊，当住魔头，以下色看啊，调发色以即时应机，以去自我，自见如是欲起交烦，当时了止。讲你这比丘，你爱去托挂爱摸你个头，讲啊，我着弄遐水个拢卸掉啊，啊，持这个应机就是破挂啦吼，啊，来去死过生活，那去交烦心就关消灭啦啊。我不能离开台湾哦，等等台湾了。看到这个高文，有经济心衰，看完每一本拢加翻个白话，啊，这个已经翻了132本，每一本翻了好，拢印几万本，全台湾逐间大学、逐间护士拢加加练。啊，那是在个技术是依传到教的，到即马全世界，大约东南亚、美国、法国、英国、澳洲、纽西兰，拢定写回达加特。伊即马写啊，一个技术达达加特百几本。讲伊妈写了写一个国际网站，将我翻了附近，放我全世界是袂着。安遮人正时就着拢已经上无咧卖，还佫救济救难，佫收几啊个钱，佫用电两台电视方法办一个佛学自修班，啊，佫继续不断咧招收一挂男将女将，想要出家培养因将来当为佛教方法而生。我伫电视所讲遮样。出版电视讲演手教本啊，各位老师啊，刷卡电话啊，本事。俺遮头前间就是建下一间，内底有一尊300担的观世菩萨，迄是清朝台湾第一副清公主，由南海佛陀三圣啊，真正南海观世音，各地啊参拜拢得到真大灵感。就我本人啊，得到咱这300担真大300担高富的灵感感应。7年前吼，我从啊，做诽谤陷害，啊，犯伊查无证据，判无罪，伊就搁加上诉，判无罪搁上诉，当个变3、4摆。啊，我每日求当观世菩萨头前吼，求观世菩萨讲啊，加解救，真正有一人望见观世菩萨，来加头壳顶休甘露水，无偌久，就是今年的10月，到今年100年。9月22日啦，最高法院就将伊上诉驳回，就是讲袂使阁上诉啊，成为三审定谳，啊，无罪确定啊，算讲司法将伊还我清白，这就是咱本寺300担观世菩萨的感应的事实，七年来感谢大家安尼加关心，但愿观世菩萨保庇大家平安。爱当阁继续发心加斗护持，使我这好口为生，爱当为有教做一点代志。感谢各位，阿弥陀佛。中奉南海普陀山300年观世菩萨圣像，欢迎十方信众前来朝礼。新超公司数十年来推动经营白话经济，90多本，精送海外，另外办有学术班、
使用五字顶，为了未来风发之财，并且办理基建事业，因为经费有限，恳请一方大德来扶持。画卦号码：0044858四，户名：新超公司，电话：0736312291，6318391，地址：高雄县阿莲乡凤山村95号。护持台湾救狗协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台湾救狗协会，划拨账号500016766，500016766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-001-198-660，012-001-198-660，以认养代替购买，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49日药师法会圆满日，日期6月25日星期六，时间下午2点开始。49日药师法会圆满小蒙山，日期6月26日星期日，时间下午2点开始。恭请湛信法师主法，联络电话06271-6616，06271-6616或06271-6612。0627166612，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义，共沐佛恩，避免信众于密闭空间无法保持社交距离，一律采直播方式共沐佛恩。欢迎加入分会赖群组，可登记病苦者，每日法会后皆会回向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书法班招生，方朝中老师教授，日期7月13日星期三开始，每周三下午3点到5点，招收对象国小国中生，请提早报名。报名电话0627166162，0627166162，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义，共沐佛恩，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量体温。